南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，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。弟子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我是1982年的狗，看看我的身体情况。腰部受损，是，从颈椎到胸椎这段做过手术，脊柱放的钉子钛板，看到做的脊柱后脱矫形手术，看到了，现在里边还有钉子，有钉的16根钉子，8个钛板。神经免疫系统最早出毛病，是有系统红斑狼疮的毛病。你的，我想问你啊，你的家族里面有人有杀业啊？农村里有人好像杀过牛，也不叫杀过羊，一个大动物。当时小的时候 有没有？有，我爷爷杀过牛。我告诉你，有的时候他报应都是报在孩子身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念经，念解结咒。你呢，这辈子呢，站呢是可以站起来，但是呢，都要扶着，要拐棍。就是以后念好了，因为你这个钉子扎进去之后，我看都是扎在你脊柱边上。是是是，鼓掌。是，就像架桥似的，从颈椎一直架到胸椎。我告诉你，你以后如果菩萨保佑，现在身上这个灵性，这个动物的灵性，它让你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这个打出呼啊，或者你打出的呼的声音啊，就像牛叫，所以你睡觉的时候不信。你叫你妈妈在边上听你打呼，是这种声音。对的。大家相信了吧？啊，这个事情现在大家相信了吧？我告诉你，在你身上，所以你必须把它念掉，而且非常的麻烦。他的要的小房子特别多，要180。行，好吧，给他好好念，念完之后慢慢做一些物理治疗，坚持自己锻炼身体，站起来，而且要喝大杯水，是，好吗？还要吃丹参片，是，增加你的血液循环。你现在两个脚有一个脚是发麻的，是是，不大能动了，两只脚都不能动，有一个好一点。对对对，我看看哪一个好一点，左的左面还可以动一点点。是，是的，师傅。鼓掌。啊，对不对啊？对。你好好的修，好不好啊？你机缘成熟了，台长帮你一把，你就可以站起来了。是我放多少条鱼，然后？放鱼啊，放8000条。好，慢慢放，你要许个大愿，好吧？好。嗯，我那个激素药就是医生说我让我终身吃素，终身吃药。等到你差不多了，我估计你是到明年的4月份开始明显好转，一直坚持到8月份，如果比较稳定，你跟医生说激素药就可以减量。好，听得懂了吗？好的。如果你的脚不肿了，脸不肿了，你进步，那就灵性就走了。下一次我再帮你看一下，如果没有灵性了，
结束。好，谢谢台长。啊，您再帮我看看我的佛台。佛台的主人是1954年的马。我想问你啊，啊，你们家里有人过去信过西方教没有啊？我姑姑信那基督教。他到你们家来过没有啊？来过。他帮你在你们家祈祷，你知道吗？但没到，没看着，反正人家答应过。你没看见，他在祈祷，我就看见你姑姑样子了，没你脸这么大，啊，是，也是瘦瘦的，个子不高，对对对对，头发往后梳的，对对对，啊，现在知道了吗？是，现在知道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他帮你祈祷，祈祷过之后，他而且冲着佛台祈祷，现在菩萨不来了。菩萨不是生气，他家菩萨不会这么小气，记住了，就是说啊，菩萨是谦让，你既然啊有其他宗教来帮助你，那我们呢，菩萨就是谦让，听得懂了吗？啊，行，听得懂。你也不要跑到他家去，请观世音菩萨，这样不好的。啊啊啊！好好。你不能引起宗教界的斗争。啊啊，好好。我们要和平。好，要宗教平和。好，好，啊，就第赶快，嗯，请南京菩萨。是，这是 南京菩萨是专门解决这些问题的。这是我把南京菩萨请回家。请回家，好好跟南京菩萨说，就可以了，好不好啊？好。说我是信观世音菩萨的，请南京菩萨慈悲，好不好啊？好了。您帮我看一下我的父亲1954年的马，他身上有灵性吗？谁呀？我的父亲1954年的马。一九多少年的马？54年的马。你父亲啊？啊。哦呦，他也念经念小房子呢。脾气也倔，嗯。是是。嗯，人很好。是的。嗯。老实人。哎，牙掉了很多。是是是。鼓掌。大牙都掉了，就没有大牙了。讲话就这么讲。啊、哦，是是是是，对对对。还吃花生米的。是是是是。像不像啊？对对对对，您说的太对了。全看见，你爸爸是个好人，身上没有特别多的灵性，只有很多的鱼和虾。是 是, 是。你叫他念往生咒，每天念69遍。好好好。好吧。好，你爸爸没什么大问题，除了脚关节不好。哦，对不对啊？对对对。好啦。啊，我的功课说一下。啊，功课啊。功课啊。功课大悲咒心经。大悲咒心经准提神咒姐姐都是45遍。礼佛礼佛。消礼佛7遍，消灾往生都108遍。嗯。我说功课还需要调整吗，师父？没有什么，蛮好的。好。好好念经了。好好好。你的脑子好就好了。听得懂吗？身体不好脑子好还是幸运的。是。身体再好脑子坏掉了那就是叫倒霉，听得懂了吗？明白。我们现在下面坐的人脑子都很清楚，所以你们都是很幸运的。好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。好了。弟子一定好好精进，改造懒惰的坏习惯，一定好好精进起来，早日站起来走路。我希望你3年之后可以站起来走路。好，谢谢师父，弟子一定要加油努力，精进起来。好，好好度人。嗯。做菩萨妈的好孩子。嗯。做师父的好弟子。还要讲啊？倒蛮有演讲欲的嘛。好啦，下去吧。